我是讲伫天龙国台北城要找到一间挺台湾的店，唉，天晓得。但是真正天晓得，正店真正非常的挺台湾。鹿晗秀、庄国荣、傅中华、郑文龙，哎、欸，阿家拢是啊，绿到不行。青啊，什么多啊，伊都有啦。啊，我地下室啊。哦，惊到人！伫天龙国，伊加大价贴纸哦。金门王啊，再来吼、哦！你边啊，飞马龙个贴的意思。对。煎的猪排。猪。猪脚是独立猪脚，是吧？这宰虾是恁的，恁的虾，叉虾。恁的迄个虾的名称。对。拜喜拢是虾。拜喜就是木曜日，他木的长。教授介绍的，啊，这间虾干那不用怕，啊，天龙果呢，吓死人哦。啊，恁大家聚会？拜喜，拜喜的来家吃饭。哎、啊，有一挂老师朋友在吃。啊，好吃无？好吃是袂歹啦，啊，主要是大家投机嘛。啊。大家问讲的投机啊，大家朋友讲的投机。啊，这若无停台湾的几百遍咯，用挂出去呗。哎，我唔知啦，讲看投机。松柏，对，然后他是几号？他也独立主角。个人经验。安尼一边过哟。哎，阿毛，他这两只哦。哎，这包最钱啊咯，这包。这真是黄丹，黄丹签名不是的，医生的，你来签名。啊，外口拢大家，啊，遐个深蓝的，唔知我都放得出来未？请问一下，你安尼挂这啊，挂这多安尼，敢有人客来的？这天龙果反应的足激烈呗。会啊，可是你就不要做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就不要做他的生意就对了。啊。不喜欢就出去，没关系。阿英敢有？反正不喜欢出去没关系嘛，哦。因为我尊敬尊重。哎呀，互相尊重嘛，哈。阿敢骂骂你？骂啦。骂了。对啊。安怎骂？很难听，只是会讲说妈的绿色的那种，还有这边啊。哦，安尼啊。妈的。嗯，我嘛是看到那个蓝色的，讲我的妈呀，赶快走。谢谢，这个有绿豆的感觉。
啊、所以阮这李教授特别爱来了。最后我要讲，像这种在天龙国内底，这里那挺台湾的查某人，咱敢会使无来听伊讲？